圈起来，看到销售跟出租，就表示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盈利行为。啊，有盈利行为的话呢，他会怎样？处有期徒刑、得并科罚金。好，第三个，从置于光碟之方法于犯前项的罪，啊，有期徒刑并科罚金。好，来，以上三种情况，如果你只是擅自重置侵害他人著作而已，来侵害圈起来，刑度较轻，哈。